原标题：中美洲移民继续穿越墨西哥向美挺进。当地时间2019年1月27日，墨西哥 Latinos 大批中美洲移民乘坐卡车前往美国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。当地时间2019年1月27日，墨西哥 Latinos 大批中美洲移民乘坐卡车前往美国。图片来源：视觉中国。